调得来的时候，你这你不是省了一点吗？你看这里面我不是省了一点的这里面哈。好，这个 A 就是乘三，你也看到就是个水分用得不好，最后就是干了，你画出来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把它刮掉，你看刮掉，刮掉了，你看我还剩了好多，对不对？我刮了还我剩了的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刮的里面不是很多水了，没有全部调掉。我没有全部调过，因为浓度已经是比较可以了。那么你再要调呢，就太浓了。太浓了，太浓了，大概是一杯水基本上够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花多了，那么你又多一点。看到这个是白粉，白粉，我这个颜色，这个是牡丹红，这个是牡丹红，这个紫红胭脂。胭脂，这胭脂，这是牡丹红，牡丹红血，或者是玫瑰红也可以，牡丹红也可以，曙红胭脂。那么我先呢，你看到，我先蘸一点牡丹红，蘸一点过后，你看到我要，我要调来，就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，你看我调来过后，我这个一边，还像一个桃子一样，有浓有淡。有浓。那么你想？你要一点点呢，我这边这个是曙红，这个是曙红啊，只能一点了哈。我今天来讲两种花，这一朵花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到哈，我用笔呢，我就教最简单的七笔，我先把这七笔讲了，我再教一朵不是七笔的了，你们学得早的人呢，就可以用不是七笔。用才学了呢，你记得你就讲七笔，好吧？七笔，好的，七笔。你看我这颜色，你先再放下上面。下，你看我这是不是分了三个颜色？嗯嗯嗯。你看这个里面的水分，里面有很多白粉，里面很多白。如果你要下去全是白粉，这就显得干很了，就太白了，就不相称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笔，第二笔。我在上边，你不要在这个位置来，你要在这个旁边，旁边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我靠到这旁边了哈。嗯，好，第三笔在这个位置，看这里有一点干了，不管它了哈。这好像觉得有一点干了，那怎么办？看到加八分，我接着就你看。我就只能用笔堵，用笔堵去蘸了一点点，蘸了一点点，我又到这里来，我先调，这是对曙红啊，牡丹红，这个是曙红啊，这个曙红，因为这还是前面的了，还没到后面，前面五，看到这里呢有一笔小小一点，这是也是前面吗？都是前面。OK。一二三四五。嗯。好，牛鼻的这个位置，牛鼻，你看，不要太进去了。嗯嗯。好，这位置这边的这个位置，好，数一下是不是七鼻？对。好，你把这个七鼻，你决定了，就是这朵花的背面，就是亮的一部分，不是星星的一部分。嗯。星星的部分，现在我要开始了，我叫。蘸水了，叫鼻尖蘸水，你可以不用这个白粉也可以了。要白粉，你只能蘸成一点点，的，你不能再要。这个为啥子我现在要用鼻尖蘸水呢？因为我等一会儿要用多一点的红了，所以我鼻尖蘸一点点。所以你们不要把那个水呀，有些时候就在这里呢蘸一点点，很少很少一点。很少一点。好的，你在这个地方多调一点了。好，你看，这是牡丹红，我多一点点。好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曙红，曙红。现在这个胭脂也可以不忙用，或者说你生不下去你再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考虑到这背后，这是它的心。心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口子呢，你看，你看。有这个出版就可以了。现在你怎么办？你看，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
好，就把这个后面，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哈，你看，就两朵花之间呐、啊，两个瓣之间，两个瓣，两个瓣，你看出来的时候，还是浓淡，这个就比这边就浓了，浓了，好吧，你看我的边太干了，干了，我蘸水。这我说你不要去蘸白粉了、千万不能去蘸白粉、我也可以，你看我又是大红，蘸一点点水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薯红，好，好，这位这个我要，这是一半，你看有高有矮，这样子要，不是一半，就是一半当中呢要有高有矮，你看你可以的，你看你的鼻按一下也收一下。好，这个地方你就沿着边来贴，干一点。因为这个地方，因为你的边没有那么长，你看这个瓣子啊，要很嫩，对吧？就这样。这是这个宣的颜色是内面的吗？这个哦，一个背一个里边，里边。里边就里边是龙、OK， 这是里面的。不知道里边外边，我只知道这么画。对，你要把这个哈，里边外边、这个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这个地方。背是背对着我们的。背面，你一看、一个是慢慢的就知道了有背面的情。这是内面。因为你临时去，看到哈，这三把，你看到，这位这个你就矮下来了，你就要看到这个地方，矮一点点。好，或者你的笔不好顺手。你在这里反过来你用一点点，好，这边好像有点粗，你的笔来添它一点点，添它一点点，看到这朵花基本上形态就出来了，它的心在这里，等一会儿你觉得不红你再来加点胭脂，好，这个我们有蘸水，蘸水都是蘸水，我都是蘸水了，你最好不蘸水，你这个颜色就太干，好，比如说这一半翻转去了一大块这个就是一半啊，随着调一下啊，好，我们到这里来哈，啊，这有些是添一下，这有些添一点点，你看嘛，一上去一点点的，你看这个落花的瓣子呢就有缺瓣，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不一定完全进去了，好，把这一半留在那里，这是最大的，这个是里边的，再来，好，这位这个呢又要这个地方了哈，这个地方最难，好，这个这个地方比较难，对对哦，这个呢你感觉到呢这朵花好像前面没有，一般呢你画不来，你就先画这个起笔，画了呢，那么这个底呢大一点呢，那么就把这个遮到了。假使说有同学要喜欢大一点的，我喜欢要大一点了，后面大一点，我就把笔，我再蘸一点点，手看啊，好，你看到这里呢，你可以呢，一笔，二笔，啊，上去。三笔，你总之叫三笔，好吗？三笔，你可以，你看，三笔完了，你可以的，跟老师下一笔，你可以不要太长啊，不要太长，因为这个呢，就是翻下去了，这个是翻过来，啊，这个就，如果这一笔淡了呢，你就在那淡的地方画一笔。换一笔，就你看，这就是翻笔，翻了就有亮的了哈。好，如果是太白的太多了，你把你的笔的这个笔堵了，笔堵，你笔堵去填它一下，你看这朵花整个就圆了。哇！你如果没得这几笔，那么就半笔，那就说你下笔必须要加花地，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。这个过程大家要记得，就是主要是用颜色的问题了。好，我再画一个花蕊，